首先啊，从这里撬，从这里撬，把这个灯孔拿下来，这两个插头这拔掉，这拔掉，然后用这种，用两个专用工具，没有专用工具的话，用那个小的美工刀，然后缺角朝内侧，插进去之后，能把它拉出来。拉进去之后，把插头先拔掉。视频转这个，电源转这个。然后空调面板啊，这里插进去，往外翘；这里插进去，往外翘。这有两个扣子啊。那空调面板的插头，转这个来，这个灯，转这个棕色的，棕色拔掉，要装我们的电源。把电源插到最上，视频插头原车这个灰色的插上。最近有没有收到我的一个快递啊？啊？啥快递？就一个。普通快递，我的。嗯，你只装了。嗯。你只装了。嗯。因为模块准备放下边，然后把这个线跟模块对它的电源线都穿到下面去。电源和光纤插上，USB 插上，视频插头，电源插上，插电源这个拨码你要不懂，到时候电话打电话问一下，根据车型拨一下码，然后把电源插上就好了。